Oh. This is so annoying. It's good. That's a schnapps, so it burns like your marriage will, or your love will burn. So. It's so sweet of you. Thank you. And now you can drink. Okay. You have to drink it once. It's strong. Whoa! Oh, Glück, and this is warm. It's warm like the love and so on. Wow, it's really warm. This was Bergfeier, mountain fire. 57. What? Here's the room. Yep. Room number one. Yeah. The key for the door. OK， 先来看一下我们睡醒之后的房间，空间真的非常大，还有多一个床哦。等一下退房来好好介绍一下。这是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入住的是这家饭店，很可爱哦。我们现在住在一个群山环绕的地方，很漂亮。这边离国王湖开车18分钟还是15分钟？15分钟，很近。对啊，因为它只有大概5-6个房间，所以就停车场这样。基本上有5个房间，很像一个自己整理起来的小木屋。我们先回到房间，快转到第三天准备退房。这个时候，房间的大阳台看出去真的很舒服。底下是老板为了小朋友设计的游戏空间，下午的时候会有小朋友在这边玩，感觉非常幸福，很热闹。天气也非常的好。厕所有一个淋浴的空间，该有的都有，可是没有到很大，没有附沐浴乳、洗发乳要自己带。优点是热水很强，而且很热。真的两个单人床合并的大床，睡4个人都可以吧？我们两个人大致睡都睡得很舒服，时不时会有一些民宿的小巧思，像是这个是美女与野兽的玫瑰吗？有一些涂鸦风情的墙壁。房间外有一幅老板全家福的老照片，真的超有味道，而且好大一幅，认真看可以看出老板在哪里哦。整个民宿的风格就是走一个温馨的路线，还有附早餐哦。以这边的价钱来说 ，CP 值真的超高，一个晚上大概4000块左右，而且他附的早餐真的很棒，很喜欢。早餐在自由入座之后，老板会拿出准备好的超丰盛3层叠叠乐，不然3层火腿起司面包，像英式早餐一样，每一种都超好吃，很厉害，像火腿起司三明治。我们两个每天早餐都吃超多超饱，老板还会来问说够不够啊，要不要加一些什么，这整个配上民宿的布置，可爱哦不行。结论就是这家有推啦，国王湖周边的住宿都很不便宜，但这一间的价格很吸引人，所以我们住了2个晚上。早餐好吃，老板又热情，以开车到国王湖15分钟来说，就这个距离是不是问题的。而且如果你想要临时买个吃的或是餐厅，到商店比较热闹的区域开车也是3分钟，所以位置来讲算是很方便。买到晚餐了，给我们用这个纸箱。他是不是在重视环保，所以想说不要用塑胶袋？反正是一个没有拿过的外带法。对，我们点了一个佛跟一个那个苏式。对，回去饭店吃。对。
今天的行程是要去新天鹅堡。铜板油我有。到了德国的超市，这个不知道怎么发音，不知道是 Rewe 还是什么之类的 ，Rewe， 要来买一些水跟补给品。拿一袋樱桃好了，回饭店洗了就可以吃了。德国超市有超级多家，查了资料，我们这家是比较平价一点的。来一趟想要买一些水果跟喝的，也想看看德国超市有什么不一样。首先是腌制品啊，肉类超级多，各种火腿多得不得了，但是面包超多，种类看起来都好好吃哦。饮料更是一整个仓库全部都是，整片的饮料区。他们摆架子的方式也跟我们很不一样，饼干零食直接一箱一箱的在架上，感觉很好上架跟收拾。放眼望去有很多当地的牌子，都是没看过的那种，认识的只有多利多斯跟乐事，想要选一个没看过的试试看。好像很多很辣的口味的东西，这几个感觉都是辣的口味。好大包耶，1000公克。带回家，我买可乐、果汁、水、运动饮料，那个不知道什么口味的饼干，还有小熊软糖的樱桃。他们真的好爱春天呢。我们刚刚买了18.17块欧元，全部。找到一间意式店，今天有开，进去吃吃看。我们不小心进了一间有点高级的店，我们看到意大利面都大概15块以下，可以吃个12块的、11块的，它量超多哎。对，看起来蛮好吃的。对呀、你的是番茄跟茄子口味的，吃吃看吧。不错，好浓郁哦。嗯，味道蛮浓的。好烫好烫好烫，好吃，很浓，我、这个也好浓。那我这个就是想象的出来的味道，就是培根蛋意大利面。我们台湾有些地方也吃得到。你有喜欢那种卷卷面吗？以前那个我家牛排，你说牛排旁边会出现的那个卷卷，没错。那你那个卷卷面以前都会吃过吗？几乎都会。那以前我家牛排是选蘑菇酱还是黑胡椒？我觉得这可以吃很饱，我吃了好几口才吃一小坨。我已经跟一个小伙伴吃完饭，我们来到药妆店，这家叫 Rossmann。德国药妆在网络上有好多好多的推荐必买哦，有一些大牌子，比如说施巴会便宜啊，维他命也会便宜啊，所以我们认真逛了一圈。不过它都是德文的，所以需要做一点功课，稍微对比一下那个文字，才能找到你真正要的那个货。我们在经过3个小时的努力之后，开始看到新天鹅堡了。4分钟。